上面好像被蓝绿被颜色撕裂的很严重，但是大家冷静的想一想，有很多价值是我们共通的价值。什么是我们共通的价值？我们出门搭火车，希望火车安全平安，没有人会反对嘛？知道火车有问题还要它开，这件事情要有人负责，没有人会反对嘛？花了钱，搞了4亿，要去支援这些火车的后勤系统，这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，把它搞好，没有人会反对吧？但是大家仔细的回去看一看，台铁从普悠玛，从远端监视系统，从后勤资源管理系统，从火车开一开，竟然刹车皮会喷飞。立法院是哪一个政党在监督的？立法院是哪一个政党在推着我们的交通部，在推着我们的台铁，要改善这些事情的？我可以负责任的跟你讲，那个政党叫时代力量。